本节目由为宝宝个性化需求科学定制的爱他美奇迹 E 系列冠名播出。加入芒果 TV 会员，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爱人悄悄话、沉浸版、会员加更版等精彩衍生。啊，一句顶一万句。你还在说这个事情？这不是一个事情，同志们，知道知道，这是人，是思想，你思想是这样，你对待每一个事情都是这样的。我就是想看看没有你我到底行不行。你态度那么软干嘛？你那么不正确啊？可以不录了，不录了。你还录不录吧，我也不想录了。可能我就是享受孤独呀，比较适合一个人生。你真的那么确定你适合一个人生吗？你觉得？冰川啊，走吧。关键他这个今天4600，就直接给你性格暗示，觉得好像撑不过去。对，4600很高，4600蛮高的。他们那边玩现在什么热火朝天怎么样？我估计很有可能是在帮睡睡解决我的问题。睡睡脾气去，睡皮直。早上少儿姐还问我说还没说话呢，说如果说是说话了，其实就是我们之前的处理方式了。但之前的处理方式如果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也不至于吵成这样了。我在尝试摸索一个新的解决办法。我到现在哈，我都有好多时候都是想说明白，但是就是总想跟人说清楚，其实有些事说不清楚，又会觉得有点羡慕以前的自己，好简单。太过简单直接，我就很容易伤害到身边的人，尤其是张硕。就是我昨天晚上心态调整好之后，我就觉得就是我不要纠结我跟张硕之间的一些问题，就我不去想他了，把这个当成一个正常的一个旅行的一个态度。本节目由为宝宝个性化需求科学定制的爱他美奇迹 E 系列冠名播出。上芒果 TV 搜再见爱人同款购节目周边领超值福利。盲盒月月开好礼，带你现场看综艺，动感地带芒果卡邀你观看《再见爱人》第三季。到了，哇！太美了吧！蛮漂亮的。哇！哦，他们要爬这个冰川啊！好浪漫啊。哦，上面有个观景台。好，小王跟那个老纪为大家服务啊，我们都少说话，慢呼吸，慢走路。我们主打一个乌龟的速度哈。这种海拔走路会喘。对对。走了。这才走了多少？不行。我俩跟在后面，我已经吸了两瓶氧了。你像我们在车上就睡觉，就不需要吸氧。哦呀，
可爱耶，老夫老妻。你别在我这个里面捂手。停不过三秒。暖和吗？不暖和，还没有口袋里面。这两个人真的是好绝。我们只剩500米了。只剩500米、啊，我们才走了多少米？我把你拉到这儿，然后我去拉他们去。好，男友力 max， 这个台阶更难上。好，那你该坐着台阶上。来来来，头疼，歇一会儿。再坐这儿，坐这儿。行，跟你俩坐这儿。先坐这儿。坐坐坐坐坐。不是说有腹肌的人更容易高反吗？反了，没事的。反了，怎么没事？啊，走走走走走。哇，季老师。哎，老季好好啊。季老师体力还可以，他就在前面，然后给大家鼓劲。他是那种鼓励型的。季导游确实尽职尽责。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别逞强了，歇会儿。看看这包里还有啥物资。像不像一种暗器？那给我吧。人嘛，就是气归气，你不要跟自己身体过不去。我当时确实低血糖，所以我就接受了那个巧克力。嗯，这是他的常态嘛。我们俩吵完架之后，然后这事儿也没个解决，然后他就开始做一些弥补措施。你别拽我，拽我走不动了。他们俩也蛮好的。头没事儿。我头还在。我知道你头还在。我问你头疼不疼？不疼就行。这是他经常会做的事情。拖着你啊，这个绳子还是拖手。我们能不能一整个拖，一个拖一个那种？你说有道理。哎，想到一种新的方法，我们全部拖着走。哎，你俩昨天照片咋没有？怎么又拍上了呢？你俩这新的距离，至少应该一点一点吧，缠紧啊，快走。快走，野外不能没有绳子，拿手来，一个拖一个，要不要？我不想破坏这种浪漫。走，拿另一侧腿拄上。好的。主要蹬第一步，然后这个腿跟上。好的。别用它着力。好的。哦。哇，季老师真的可以。紧紧被捆住，就是生活的枷锁，不太能看得到清晰未来的。我挂劲儿，你不要使劲儿。以前我们在北京，他跑步，然后我骑自行车，然后他就挂着跟那个绳子在前面拉着我的自行车。哇哇哦！所以他们真的很喜欢绳。我觉得有没有绳子？不管走得快走得慢，最重要的是一起走。差不多了，试试劲儿。到上面我有惊喜给大家。来了。这算是终点吗？快了。哎，我们只有几步了就可以到终点了。你给我这个小兵，我没办法一直带走，你只能让它永远保存进我的身体里了。哇！送你一个小冰溜，这个挺好玩的。小时候有这个，这是小冰棒，是不是？你们俩
撒了一路糖。没有，看不下去了，又撒狗粮了。撒吧，这也没人见着。哎呦，你俩还可以，撒吧。这是干嘛？把那冰棍吃了，融为一体了。他舍不得拿着。嗯。看不下去了，看不下去了，无言。你给吃了，俺的个娘啊！凉快。这冰碴子叫你吃的。你先在这下面，我给你讲一下，摆了一个冰碴，他要放进嘴里说，这颗冰碴将永远在我的身体里。我知道，就是那种土味情话。冰川是什么样的川？对你的爱一马平川。我的妈呀！哇，张口就来啊他。王诗琴，哎，你别离老纪太远，他缺氧。这还蛮有用的。惊喜来了，同志们，过来。哇，我来一张潘立德吧。咱们在哪儿？我来了。来一张。你让一下。啊，我让一下。你去。你去，他安排了。你去。你这个同志，你也过去一下。我们再拍几张，来。好，准备啊！一、哇，好漂亮啊，小星星呢。哎，你那手怎么回事？半之心。拒绝比心。比心。比心睡睡，比心是吧？来来来，再来比心来。来好，准备三二。好，就这样，一点默契也没有啊！啊，我的天哪！碎碎真的很逗。他其实也是比出来了心的，但是当时我看到的就是，他还是没有跟我比一颗心。啊，我就觉得。有点尴尬。是有益的，不能说有没有用。有益的话是有一点好处在的，但是这个好处它不一定能转化成一个有作用的一个事情。就是有用的话，我还是丁是丁，卯是卯。他好严谨啊，对，他真的是分得很清楚。姐夫姐，你们上。来，别姐夫这姿势老帅了。喂，三二一。你们好甜呀，真是。他怎么这么甜呀？姐夫，他们俩这样，就是走一圈，关系都在变了。啊。这是终点吧？我觉得是。到终点了，到终点了，耶、yeah, ！我们好棒！从开头到现在，四十二第一次经历那么好。哎，怎么高反跟喝多了似的呢？醉氧了。哎，我不是醉氧了吧？我整个人现在有点醉。主要是因为我们已经到达终点了，设立的局让我们有点嗨了。这是我最好的捧哏，永远听我姐的话。我觉得。再坚持一会儿，差不多就得了。我觉得可以到那个桥那儿，终点好像就是那儿啊。啊，嗯，我准备跟人讲，你要放弃我就放弃，我随时放弃。妹妹确实是这样，我宣布终点到了，到终点了，我们又到了，我们再一次到达终点。退堂鼓表演艺术家，往上冲，好，冲呀，跟着你的步伐，永远不会累。我们马上就要到达4688的平台了，是我们的人生最高峰。加把劲儿，加把劲儿，就差最后一步了，加油！加油！加油！688，你我们来了！688，我们来了！哇，好棒啊！我真的是念的，真的。四六八八，你我给。
哇，这个方案是他们，其实是我一直想，也没有机会，那这一次有这么一个机会帮助来提，最后想想还是最后这一天是他。我注意到了一个点，就是我身后的冰川，其实在我们登顶的那几十分钟里，其实发生了很多变化。上一秒还是那种雾蒙蒙的感觉，感觉空气中飘飘着都是很小的那种有的颗粒，但你看着微微升起，下一秒就立刻就是像一颗星。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壮观，老刘很细腻。走吧，我们往下走了，媳妇走。下山相对会容易一些哈。入座。哎呀，这啥菜啊？这大盘鸡、西红柿炒鸡蛋、土豆丝。哦，挺好，不错，特色。胖磊哥，来。哎呦，开心啊！我真的慢点喝，我酒量真不行。慢点喝，慢点喝，真不行。然后又上脸，然后一会儿又口无遮拦。来，再喝一口，再喝一口，再喝一口。咱们三个这个关系，一个是你们争争吵吵，然后我们是想改变对方。嗯。老刘他们是平淡似水，是吧？嗯。我觉得这是三个不同的阶段。冥冥之中的，一开始很在意，双方都想作一下啊，想要证明在对方的心里你更重要。嗯，对，啊，试试他昨天那种态度啊，哎呀，我是我的话，我很难接受，我觉得挺难受的。这个事儿是这样的，我是这样认为的。嗯，其实我觉得这个跟每个人的表达方式有关。他可能不是那种擅长在言语上给你回应的人。嗯，你想，如果说是真的说，像你说的，他是那样的，不给我回应或者不跟我怎么样，我们俩怎么可能会在一起这么长时间？对，我也纳闷，他也问，昨天说也问，你们俩这就凭我们对你们两天的了解，这还在一起过干？因为睡睡他的回应或者他的表达。他不是当下就是用话语，所有人能立刻看出来的。那张硕这个是挺好的，嗯，你也挺厉害的，你还挺吃这套的。不是这个跟吃不吃这套关系不大，因为刚开始我也不适应，刚开始我就像你说的，我说你干嘛？你怎么这样？你压根儿你就不理解我。但是后来，其实你把它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来看，你是可以感知得到的。嗯，我幼稚呗，你们成熟。不是，这个源于自信。哦，他是自信吗？他是自信的。他对你做过让你觉得最感动的事是什么事儿？我不是之前跟就是南京我一帮玩乐队的朋友，我特别喜欢看他们弹琴。嗯。然后呢，有一阵儿我就经常我去厕所的时候，我就手机就出现那个这个就是刷他们弹琴的那个视频。嗯。他可能就在外头听着了。然后呢，有一年，他冷不丁那天突然给我发了个微信，就把那个琴拍下来了。他说：“生日礼物准备好了，等你回来再拆。”我就一下就感动了。嗯，我觉得重要的是这个心意，而且那把琴对于当时我们的收入来说，可能要用它大半个月的工资。嗯，睡睡好好。那天我人在北京，我哭了，我还给他发了个小视频，好像。啊！真的，我的天哪！你哭了？是他自己拍的吗？自己拍的，一边哭一边拍，我的天哪！哎呦，然后又把自己感动了，真的。对，还有他自己在想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他这会儿跟我发了一句话，
说，他说不用觉得别人帅气，其实你就超帅气的。哦，肯定啊，给他很大的鼓励。我觉得我已经好久没有听到他这样跟我说过话了。上学的时候，上学的时候也是有一个看了一个键盘，然后我不舍得买，他也是趁我生日他妈给我买的。哦，哇，岁数真的很，我现在还保留的比较有纪念意义的物品，有最有纪念意义的那个在洛阳，那个东西是我们300天的时候他给我做的一个类似于手账一样的一本册，有照片，有写的字，在一起第300天，哇，真好。那个东西当时可能也把我整哭了。他说了一句话，然后那句话我在婚礼上还给他了。好好啊，这个真的是回忆。你说尝试和尝试的区别在于什么？那我想说，你在的地方就是我要在的东西。然后还有一次比较不堪啊，就是有一次我屁股做手术，啊，比较敏感、比较不好说的地方。然后呢，它中间需要每天去洗，但我自己洗不了。嗯。也是婚前他帮我洗了，啊！我的天哪，睡睡太好了吧！太好了！我的天哪！就是他做这些事情，你说他帮我洗这个洗屁股，他能求什么回报呢？特别感动，而且也是那一瞬间，特别坚定我想娶她的想法吧。就是他经手的或者他经历的都应该是那些美好的事物，我没想到他会做。我觉得不是谁都能为我做出来那种事儿的。对，对，这是人的本质。这是实话。所以其实我想说的是，就是睡睡这两天给两位哥哥这样的状态，可能更多的是我的问题。我没有让他情绪好的时候好的一面展现出来。他在为他的另一半说话。我觉得这段挺好的。可能，我觉得你们都是90后嘛，这个年龄段呢，小朋友可能会更多的在意自己的感受。嗯，你有没有好好的考虑过对方的需求？对，椅子上放东西这个事儿，我跟季老师都觉得发生这种事情很不可思议。因为你知道他旁边是他要坐的地方，那他上来以后，是你是让他自己去把这个挪到后面去吗？包括我们说打游戏这个事儿，可能你觉得我没有去打扰他休息，我出去玩了，但是他想要的是什么呢？他想要的是你陪他一起睡觉，我觉得是这样。但是我也之前我也打游戏，我知道这个东西很上瘾，我觉得你可以把它教会，两个一起玩。你先把首尔教会吧。这个更难，我现在看你的事儿太好解决了。你就多为他做一点，多为他着想一点，不就很好了吗？所以你可以试着再去，我觉得后面有机会吧。还是让你去干那个事儿，你就去干了，也好，还是多为人着想一点也好。对呀、其实我们的根本问题是一样的，啊，我们的根本问题是一样的，就是能不能去把他重视的这个东西，自己去重视起来嘛。谁跟你一样了、哎，你的重视的东西人家可能就是想要自己独立的空间，那你就是想强压给人家。
对吧？你现在换了一个想法，我的就是，我可能睡睡在意的东西，或者我主动把它放在一个高位，你其实就是更去在意对方的想法看法，对，更在意对方。但你没做那些，我可做得很好啊，我可做的有事还是太好了。你别上价值，我觉得这个事儿没大小，根本问题其实是差不多的，对不对？都还蛮自信的。对，不要不屑与我为伍，哥，不要不屑与我为伍。太难了呀，太难了，同志们，男性互助团体。不知道男生们聊了什么哈。男生们应该在吐槽我们吧？我好吐槽我。哎，今天你一天都没跟硕硕吵架，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哈。对，硕硕，我吗？没有啊，你当然感觉很不错呀。你那甜的齁甜，我真的是。季老师昨天彻底被他们两口子治愈了，就是对比之下，觉得自己过得幸福了好多了。笑死了，我觉得可能伴侣之间是不是也需要有一点这种。空间，对，是的，肯定是空间很重要，但是空间太大，你像我们家是属于空间过大，所以也造成说你两个人有点疏离，我觉得，是，我觉得我这十五年变化太大了，你知道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啊，我的观念，因为我是在很传统的家庭中长大，他们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早婚，这个问题我都答不出口。因为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我身边的人都是要结婚的。对，家里灌输观念也是。就他们后来等我成长成为今天这样一个人，他们来问我这个答案的时候啊，我都不好意思回答，因为我不能回答说人会不结婚吗？对吧？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其实人有很多的选择。就两个人在一起聊也聊得来，不能说不聊天，也不冷战，反正也不吵架。像你出来这个段旅行，你还会看到你们的沟通发生了新的改变。我基本上是看不到这种可能性的。所以姐夫说出这个话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解脱吗？有点放轻松吗？我会觉得认真的去考虑这个事情。然后我会觉得那单身或许也不错，因为我仔细想想我在婚姻里的状态啊，我俩很像两个单身。各过各的啊。室友。那这样的话，那就是这个旅程不就能增加很多你们俩共同完成的事情？但是我跟事情不一样，他还过来自己解，不像他的快乐明显来自于他跟老纪重新生发了爱情，你懂吗？他感觉他们俩重新甜了起来，哇，把自己 hold 着了，没有他是那种快乐，没有我没有，我很理把我 hold 着了吧？但是你觉得我说的是对的吧？就是你的快乐是有发现跟他之间关系重新建立的这种快乐，对。还是有感情，是。但姐，我其实挺清醒的，我今天其实挺开心的，但是我知道这个开心是短暂的，它解决不了我们现实中面临的问题。但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我跟老纪是因为有爱才痛苦。啊？什么意思？所以你知道，你第一天你说出那番话的时候，我真的好心疼你们的关系。我俩之间亲情的部分和友情的部分都毋庸置疑，但是我们之间的爱情啊越变越少，我俩觉得我俩之间的爱情已经降到零了，就是。然后你知道我那天拍照片哭吗？我觉得我变化太大了。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觉得自己是不需要伴侣的。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需要爱的人。对，然后我觉得这个过程对我自己来说，这种成长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是非常痛苦的，我经历了很多很痛苦的瞬间才成为这样一个人，对吧？有时候也会问自己说为什么会活成这样一个人。活到今天觉得可以没有人陪其实也挺惨的，我觉得就啥事都能自己干，工作我从很年轻我就出来自立了，对吧？养一家人，生活似乎工作也占了很大的部分，也不需要，觉得如果有什么好玩的事，朋友也可以跟你一起。只是说，是不是怪我自己吧？我觉得是不是活的就是有点过于的不依赖别人，就是有种刻意的，因为以前依赖也依赖不上，
你像之前我们家小房子装修，家里面量地板要量的真正好才会一分钱不浪费。我让姐夫负责量一下地板，姐夫能买出多半个房间的地板，然后那个地板又不能退，一直还占用家里一个空间，因为你也不舍得丢。对，那个地板你也不知道家里地板什么时候坏能够装上去。这个就是生活中的一个细节，但是其实就体现了我们俩极大的不同。姐夫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姐夫有拖延症，然后我上一个手机就是有点问题，他没办法再换新的时候就是没办法照片导出去，对吧？前几年的照片都在这个里面。我说你在家里有时间能不能把我这个照片全部导到电脑里面，我要照片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里面有2万多张照片了。他说好，答应了我嘛。然后过了一段时间，那个手机重启以后所有照片都丢失了，就没了。我的天，怎么会？我在问他，他也没搞，就他没有做这件事啊。就是很小的事，可是是会是大事，是的，就是日月累积。我跟你们讲，就因为我自己啊，我对生活中所有的强势女性都能共情。我就是说真的，对吧？你看外界评价就是这样的，因为你强嘛，你什么事儿都要干，搞得人家都没活干了。就是所有在家中承担了负担的女性都不应该这样被评价，因为她在为了家庭付出。对，我们家就像这个帐篷，中间住着一个盖儿，就是我。你说一个家庭，它得有四根杆儿，每个人撑一个角，那一根塌了，还有另三根呢。我就担心哪天我要是有什么意外不在了，我不知道我们家会怎么样。你知道吗？我有两个很好的朋友，我就跟他们讲，我要是哪天有什么事儿，你们得帮我照顾父母和孩子。哇，那么信不过老刘的。就是没有想过老公是你，他的心肯定是，姐夫是很有责任感的，但是你是觉得他不一定有这个能力。对，我觉得你讲到我心里，其实这话我不好意思说。他爱你跟能否用实际行动为你提供好的生活是绝对的两码事，知道吗？妹妹，你还年轻，我说的真的都是我风风雨雨这么多年过来了，就是这样。太不容易了，就是不知道怎么着，你一下又带入了，就觉得真的姐姐太不容易了。如果我是你这样，我可能做不到，真的做不到。我觉得我这15年只学会了一件事情，怎么在讲述自己的感受时不太像抱怨。就大家都不想成为生活中的怨妇，谁想成为呢？哦，这句话，天哪，真的是，就是走不下去嘛，真的也很难过，真的。哇，他给自己压力好大啊，很心疼他感觉。所以，每个人的认知和经验都是从你走过的路里获得的，你没有办法跟别人交换人生，你也没办法跟别人交换认知。只能在自己的有限范围内做得最好就行了。对，我觉得这个很对，就是做好自己吧。对，只能尽力，你能怎么办呢？咱们有一天晚上不哭的。没有，我后面要输出快乐。对，对吧？输出快乐，不要这，输出快乐，是一直说服自己。你看他又是就是，我不能抱怨，我不能哭，我要输出快乐。好辛苦的这样。谢谢你的巧克力。
坚决，嗯，我感觉他们俩很危险的。他们俩根本就是还爱，嗯。他当然不要啊，他还帮他擦屁股。真的是，你能找到几个人愿意帮你擦屁股？那可是真的擦屁股。哎，哇，好感动啊！每次老师讲完话，我都觉得很感动。可能因为我们年龄相仿还是怎么样，我觉得哦 ，so sad 这样子，我可以理解他。他说。我是经过了很多痛苦的时刻才变成现在这样子的人，哇，就另外一句话叫做我在想说一些抱怨的时候不要那么像抱怨啊，是的，这句话也是女人真的 Puffy 女人很辛苦。其实我们还应该都还挺能共情，对他说的那个怨妇啊，其实我也特别理解。对，真的，我妈就是这样的，就是她跟我爸20年的婚姻里面有很多的不愉快，他没有跟他身边任何一个人说，但他需要有一个出口，对，他就找我。哦，但是我妈妈为什么不能跟别人说？我长大之后理解他，就是他一个是怕别人觉得他输出很多负能量，嗯，一个是呢又怕别人不理解。那你这样的话，你为什么不理呢？有很多人你讲了以后，他会说，那你干嘛还要在这？对对对对对。啊，有的时候你只是想讲一讲。对，没有办法完全站在你的这个立场上。嗯，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 ，You know Barbie 那个电影，然后它里面有一幕戏在讲女人的心声，啊，女人要会赚钱，但是又不能太能干，啊，你要能够撑一片天，但又不能让你的男人觉得你不需要他，啊，你又要漂亮，你又不能承认你想瘦是为了美，你想瘦应该是为了健康，嗯，反正就是女人要做很多事情，嗯，社会对我们有很多的需求跟要求，但是你都要假装好像你是还是很温柔的。啊，你又不能太凶，对，你又不能太厉害。这我突然有一个想法，这个东西是不是女人强加给自己身上的？不，我觉得这种东西一定是先有社会。像我小的时候，我是在美国长大的，我奶奶都会跟我讲，女人不可能有事业又有家庭又有爱情，你要选一个。嗯。所以她讲说，我不晓得我什么时候变成一个我不需要伴侣的人，就是我的人生怎么会走到20岁就是要结婚呢？我那时候也是啊，我妈跟我讲28岁结婚，30岁生小孩，这样子啊，女人就是要这样子啊。那我现在问我妈，我说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啊？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不一样，你们自己决定。我不是说这是对的，可是我们这边受到的教育就是，你只要追求事业，嗯，你同时也会得到爱情，你就会得到家庭，对呀，就是不一样的教育观念。对对对。但是王老师，嗯，这句话是这样讲的，其实男生你只要追求事业，嗯，就一定会有人爱你，嗯，但是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你说，男生只要追求事业，就一定可以找到你爱的，完全同意。这句话我不认为它是对的，可是就是会让男生误以为最重要就是自己的事业嘛。对对对。然后当他发觉，其实他得到的这句话也不一定是真的，他也发觉，即使我追求了事业之后，不代表我的婚姻会是幸福的。就像刚刚胡老师讲的，不代表我喜欢的那个人会喜欢我。对。可是，你看社会分别给男生跟女生的这句话都对。对。可是我们现在做一个思想实验啊，就是如果刚才那个场景我们把性别调过来，如果首尔他是一个男生，他在外边打拼，然后他回到家，他看他自己的老婆在家里边打游戏刷短视频，然后看着好像也不太有精神的样子，我觉得作为一个丈夫，他可以理直气壮的去甚至是训斥他的妻子，你为什么不会去把自己搞得精神一点，你为什么不去做一点你想做的事情，他绝对不会说我这样是不是像是在抱怨，我就他完全不，他会觉得我合情合理。我女生如果出错的话，一定会先怪自己。是的，是的。事实上，这个抱怨这个词，你看，我只听过怨妇，我很少听过怨夫。对，对，好，一个男的如果样样都看不惯，我们会觉得这男的
要不然就有原则，要不然就顶多就是脾气大啊。不会，我觉得这个男的心眼很小啊。不，可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以及有人会批评这个男的，会说你怎么像个女人一样？对，就是你怎么像个怨妇一样？对对对对对。可是好像只要女生抱怨，怨妇这个词就是专门为了这种事情而准备的。是，就是他没有一个专门给一个男生会爱抱怨的人设计的词。对呀、啊。很多事情即使它存在，只要没有那个语词，你就对它视而不见。那所以我们设计的这个语言就等于设计了谁可以被指责，谁可以被要求。他刚刚不是有讲他里面有很多隐痛吗？他叫他做地板都没有弄好啊，他每天在家，那个地板就堆在家里面。我们家现在也在装修，然后呢，我真的很不想管装修的事情，然后我就跟老胡说，要定什么事情你去定，就放权嘛，对吧？然后他就是我定可以，但是如果我定了某个东西你不喜欢，你不要来说我。哦，这个特别好，嗯，这个特别好。我说 OK 的，我说但如果你这个东西你吃不准，你就来找我。如果你要让另一方做这个事情，你可能就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就是他做的这个事情可能不一定你满意，但是他能做已经不容易了。对呀、啊，因为你可以解决很多你的这个烦恼嘛。因为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揽太累了，太累了，太累了。我觉得首尔是在用这些事情来表示我对这段婚姻的那种深层次的失望。对，因为是他是今天在此时此刻他才讲，他想起的这两件事情。是我做一个女人，就是真的一根杆子撑在了中间，好难好难。我完全同意，对，完全同意。他哭的是那种悲，是从中而来呀，那个眼泪是喷的，喷的。对呀、啊，他就说你帮我量好一个地板，我就算你撑起一根柱子。你帮我备份一个照片，我再算你一份。他给你这么简单，但是你这点事情都没有，杆子没了，老娘撑在中间，我也累。把它丢掉，把那个杆子丢掉，他需要这杆子干嘛？哇 ，Melody 完全被共情了。但我想在这里补充一个角度啊，我觉得这里面已经预设了一个前提。就是好像这个女生是应该去负责把这些事情操持好，只不过是把一些责任或者任务分配出去给那个男生来帮忙。可是为什么一定要女生来支配？男生应该要主动啊。 Melody 你还记得吗？你以前讲过一个牛尾的故事啊。对呀、啊、我其实 听到那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有很多的反省。这个牛尾的故事是这样子，有一次呢，我订了一个牛尾，我要炖一个牛尾汤，因为呢牛尾这个部位是特别的，它不是那么容易买得到的。嗯，我就跟另一半说，哦，你 A， 因为我今天带小孩在外面，那等一下你那个后车厢那个牛尾，你要记得帮我放冷冻里啊，要不然会坏掉。他啊、这样，然后我想说，这样就一直听到啦。那后来我发现，我第二天要去煲这个牛尾汤的时候，我冰箱打开，怎么翻烂，就我的牛尾在哪里？那我就问那个时候另外一半，我说牛尾呢？什么牛尾？我昨天晚上不是跟你讲，牛尾要放冰箱里吗？我没有听到，然后我就去车上，我就翻开那个车，整个是酸臭的。但是你知道吗？我还没有生气哦，我第一个反应是反省我自己啊，哎，是不是我讲的不够清楚？不是，我自己昨天晚上回到家，我应该先确认。嗯，你看，这就是我不是说对或错，但是有的时候自然的反应，女人我们就会先。怪自己，觉得做自己做的不够好。你那个故事给我的启发，我当时就觉得，我意识到我在家里边我也会帮忙做家务，但是你看我这个说法，我觉得我做家务是在帮忙。对，你让我洗碗，我现在已经把碗洗了，可是可能旁边就有个锅放在那里，我视而不见。那锅是也是你用的、啊、对，但是你知道我老婆就会有的，她就会很生气，她就会气在这里。就是我后来才意识到这件事情其实点在哪里呢，就是我一直都觉得这个事儿不是我的事儿。所以老刘你知道吗，他为什么会量地板量出一些尺寸的差异？我觉得老刘在一开始的出发点上，他觉得我只是去买地板，是他并没有跟首尔站在一个位置上去想，我现在要精打细算为家里省钱。其实不管是地板也好，或者是那个照片也好，这种事情我都认为在生活当中是叫可大可小。
我们在关系里头，如果我能够提供别的价值啊，比如说你在难过的时候，我让你觉得你是被爱的，那这些小波折其实就不会把它放那么久，甚至会觉得很可爱，这个人很笨。对对对，可是当我会把这件事情当引通，就代表我看不到别的价值，以至于这件事情就孤零零就在这里，就成为一个坎过不去。他心累到后面，他都讲说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不需要一个伴侣，因为他觉得自己都可以做好啊。对呀、啊，他说四个柱子都是他，那他还需要你干嘛？这个听着心很酸痛，你知道吗？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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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所以我觉得首尔他今天很硬气的说，他说我可以不需要亲密关系的时候，他恰恰其实说的是我需要，因为如果他真的不需要，那就这么过就好了。他只是不需要老刘的那种方式的亲密关系。嗯，是。对，新的亲密关系的家庭的意义是什么？首先放下男人女人。就是我觉得不应该说我是男人我就怎么样，我是女人怎么样，因为这些都是过往经验。对，当下的这个社会分工里面，我觉得每个人的能力都变得不同，我们要重新定义这个家庭中的分配工作，而且每个家庭应该是千人千面，多元化的，因为不同的能力的匹配组合会形成不一样多元化的家庭的这种 partner 出来。我特别同意。对，而且我觉得柔儿讲的那个话，他的核心其实说他最害怕的是老刘你没有跟上我学习能力的效果。是的，对，就是我在变，我们能不能一起变。是，老刘就吃亏在他自我感觉太不好。对，所以就是他如果能够跟张硕稍微学习弥补一下，反而是有用的。我觉得岁岁是真的很爱张硕。是，对，岁岁对给张硕送的那些礼物我觉得真的太有心了。太好了，太好了。然后张硕开刀什么不舒服他还照顾他，这样子真的是非常好。那张硕他自己要反省一下，他录了一个哭的视频，然后他那个视频把自己又感动哭了一遍。对，那个真的太好笑。但那一段我很喜欢的地方，就是因为女生当时也在说嘛，说男生会不会在吐槽我们，我觉得至少那一刻张硕做的那个选择就是我要在人背后去说他对我的那些好，我觉得那个我还挺喜欢的。这是我这三集唯一看到的张硕身上的闪光点。但是你们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当比如说你跟朋友在聊天，然后你朋友说我觉得你老公不行，你老公这样的我受不了，你第一反应你会帮你老公说话、其实是为什么呢？是给你自己说话。我完全同意。对，因为如果我接受你的观点，我承认他，对，我必须得说这个人好，我才能告诉你我为什么没有跟他分开。对，所以我觉得是一种自我保护。哦，但是我觉得这个至少是正面，也是正面的，正面。这个你有给张硕肯定，是正面的，是正面的。张硕的个性可能就是比较会治标，就像他们在爬那个冰川的时候，那个岁岁不是有讲吗？你看他又来了，我们的问题没有解决，他就会讲一些爱心啊，哎呀，你怎么都不跟我比爱心，就假装好像没事这样。对啊，我最吃惊的就是他看完那个很哭了以后，说怎么会变成这样呢？对不对？啊，你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吗？对呀、啊，你从自己身上找问题、啊。我觉得他们两个对彼此的爱的定义可能有一点落差，不对等，差得很远。我觉得，可是岁岁应该还是很爱。岁岁是真的在，至少他做的那几件事情，能感觉到他是真的想让张硕开心，真的想对他好，就是能看得出来他是用心的。但是张硕，我觉得他还是他的那个很多的好背后，我觉得都是有一点，就是你有没有看到我在对你好？他是在追求这个东西。是。好，那我们就接下去看下一段吧。来吧。哇哇、好美啊！今天这个天气最好的一天，好专业。哎，太会拍了。哎，怎么拍都好看啊，模特啊，穿起来跟个衣架子似的。老婆，你叫什么呀？老婆。你不叫我睡睡吗？老婆。干嘛呀？我帮你拍两张照片吧。哟，学会了。不用了，谢谢。
那别这么客套呗。有事说事儿。有事儿说事儿。没事，我就是想跟你多说说话。说什么呀？说你又搞砸了。我昨天应该在你发烧的时候，应该在你旁边陪着你。嗯啊。你咋了？我就手冰凉，一直发打冷战。你是不是发烧了？不知道。要不你测个体温好吗？好。他发烧了。嗯，明哥，37.8。37.8低，低烧了，低烧了。还有药吗？那就明哥管你吃药了。我去上个厕所，然后回去休息。嗯。什么？哇，我的震惊划破天际，我的天哪！哎，这个有点过分了。他发烧不陪他？什么情况？他是有什么事儿吗？哎，是真的自己睡觉？哎，好佩服哦，真无语。我知道你寒心了吗？你住院的时候睡觉的时候我也在你床边啊。你发烧的时候大晚上可是我带你去医院打的针啊。哦，气死我了。哦，气死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怎么我一生病，我一去医院挂水，我一发烧的时候你就不在呢？我做的不对，我要慢慢改进。这个王八蛋了。你昨天去老师跟人家说我骂你，那你跟人家说过你这种不会将心比心的行为吗？你跟人家说过你生病时候我在照顾你，我生病时候你不在吗？我感觉旭旭都在对牛弹琴。咱今天又讲开了吧，张硕。嗯，我发现我把你当成一个同行者，一个一起去爬山的伙伴，我就内心很平静了，我就会舒服很多啊。就不能有期待，就是很多琐碎的事情我都不用操心。我不用操心你有没有涂防晒，不用操心你是不是有忘带剃须刀，不用操心你有没有带洗面奶，我这都不用操心。他张硕凭什么呀？是什么意思啊？他还听不懂啊？装听不懂。你是个很好的朋友，你很适合开心的时候在一起，你不适合过日子。对，生活。我们两个这趟旅行就是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玩伴好吗？玩伴。你意思是你觉得我们俩不适合在一块生活？事实证明是这样的呀。你不觉得咱俩现在心平气和说话挺好的吗？你一直想要的不也是这样吗？我知道之前是很多事情，大多数事情都是我做的不到位，我做的不好。你能给我一点时间吗？当你爸也太累了。哎，我想让自己放松下来。那我们俩关系呢？现在就是一个很好的玩伴。他为什么？他没觉得自己错了？大家都很喜欢你，你真的很适合当一个朋友。你自己再逛一逛吧。我觉得我这样比较理智吧。当然。然后他还说是不是我觉得他做不够好什么，他会改什么的，说什么他不想用朋友的身份。然后我说你就先别说那么多，就是先用朋友身份先完成这个旅程嘛，后面再说。挺好的，对吧？我觉得你俩只要不吵架，这个事儿吧，就你懂吗？不懂。回来啦。事情怎么样呀？今天好很多了。好很多。咱们现在出发了哈，去第二站喀什。太好了，我们终于出发了。再见了，冰川和雪山。
到了，这个就是古城。可恶！我是古丽，欢迎你们到我家做客。我们这个古城景区呢，是有20000多户居住在这里，可以说是活着的一个古城景区。哇，好美哦！这也太好看了吧！开门，开门！哇！哇！老刘戴上了眼镜，有人？谁呀？谁来了？好久没见，好久没见，谢谢你们，你好，好惊喜啊！你们是在这里啊？下来，等了好久了。大家请坐，来，真没想到你们俩会在这出现，你们真的不知道我们俩来，真的不知道，不知道，我们手机都没有，静姐的手机，要不先玩一会儿。那我们自我介绍一下，谦虚点，你们认识他吗？是谁能不认识呢？你们俩冲下来的时候，我们感觉要被访问，超级访问，果然被访问。我整个人一个瑟瑟发抖，没有扑面而来的一种犀利感。上这个节目来之前，我说嘉宾有谁，他们说有傅首尔，我当时就在想，首尔和他和老刘关系那么好，今天来这个节目是来玩的吗？老季和事情，我看到名单里有你们俩，我有点吃惊。我相信我们很多朋友，大部分朋友都很吃惊。为啥？他们两个在朋友圈每次就你发的东西，我都觉得哇，这个两个人真的太恩爱了。哦，就是模范夫妻，天作之合。对，就太多美好的东西。对，这也是美好背后所很多东西也是没法倾诉的。其实我觉得你们说的问题在每一个家庭身上都有，不代表说他们就不幸福，因为幸福我觉得是一个复杂的东西，对吧？老季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固执很偏执，他从来不会听我的意见，我们就有很多摩擦，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所以就越来越不开心。这个来源于哪儿呢？有的时候他们也说，你就让他自己去做，自己去穿，自己去工作，设计策划这些东西不行吗？我说，一是我对专业方面我的确比他更擅长，我太了解他了。我了解他什么呢？就是他的坚韧。如果这个工作他没有做好，这一次没有做好，不一定有下一次，客户不一定找他。如果下一次没有找他，今天看见朋友圈找了别人，没请他，我太知道他什么感受了。我不想让他承担这种感受，所以我说人没有那么容易的。我特别像在听一个父亲讲女儿。哎，他好爱他呀，怎么取舍呢？但是你知道吗，他要的就是这个自己做决定。其实我会觉得老季没什么大不了，这就是他该经历的人生，你不需要提前一步去保护他，对吧？你为他好，但是呢他感受不到那种失败的刺激，失败也是有刺激的，失败可刺激呢。他不会改变的，放心吧。我觉得会的。不会的。会的。话我听进去了，静姐，但是我不想改变，我想坚持。我不喜欢明明可以得到这个机会而去失去。
哎，也可以理解。是的，是的，其实可以理解。这两天我在跟老季相处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他真的是一个对自己要求特别特别高的人，而我就跟他是一个极端，我对自己没有要求。你还很自豪的样子。你们俩适合做朋友。做不了。对，他有一点吓人的地方在哪儿？就是他昨天跟我说他健身的事情，他说很多人要跟他一起去健身，说哎你练得这么好，我也想跟你练，结果人家今天说我这里不舒服，我今天来不了，那不行，你哪有那么多理由，你先必须给我来，这样我就会觉得哇这有点可怕，别人可能也只是想随便练一练，你就放过他吧，对，你这样可能会让对方失去继续锻炼的兴趣。其实很可贵，真的很认真的一个人。谁说的？我就需要老纪，我也需要。你看，因为我们太需要这种自律的人。对，是的确这个是老纪的优点，但是他，对、啊，我没听出来您说我这是优点。我在这儿又紧张的要命。你为什么要批评老纪呀、啊？突然，你在干什么？听出来。我曾经采访过一个，也是你们行业的胡兵，他说了一句话，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人我不要跟他来往。他说我走出家门的一刻，我就走上了舞台。太累了，就他说的，人就是个形容词，不是形容词，他真的是，是不是有一点感同身受？对，我能感同身受，但我如果让我讲的话，我是说他是走上舞台，我是觉得走上了赛场。赛场，赛场，走上了赛场。你比他还累。对对对，但是我一定要坚持。对对对对。我们今天录像那个场景不对，我刚才进来就发现这是一个口，你发现没有？中间有棵树。怎么了？困。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困在这里面了，我觉得。所以我在想，我们每个人都给自己画了一个辛劳啊，就是你认知的这个东西，然后你就走不出去，走不出去。你们俩是九零后，我们俩是九零后，九几啊？九三，嗯。天哪，比我们小那么多，还行，同龄人。你们俩结婚没有呀？我们俩这个情况比较特殊，对，有点复杂，就领证没有？没领，没领。静姐这问题问的都是在坑节上。但是我们办了。办了婚礼啊？对，就是最后决定嫁给他，有一大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爸妈的原因。哇哦。哎，这个怎么讲？就是他们对我很好，嗯，甚至对我可能比张硕对我还要好。就是他爸妈都是这种很可爱的人。我还是觉得不对，我觉得一段感情你一定是先考虑对方，而不应该去考虑爹妈。不是，我觉得他找不到自己嫁给他的原因了，所以说他爸妈。就是他在强调我爸妈对他好的时候，其实对我是只字不提的。我都30岁了，我的婚姻还要靠我爸妈对他好来维持。这个其实对我是有打击的。你反思一下你自己。对呀、啊，你自己怎么不想一想？清醒一点。那你是不是真的觉得没有从我身上得到什么情绪价值，或者是其他的？我在克制。会失落，当时。把他排第二，你没有那么爱他吗？不能说没有那么爱他，就是没有那么想跟他结婚。就是我觉得。嗯，他还不到说成熟到可以成为一个家的男主人，没错，担当一个丈夫的责任。你看张硕的脸，我看到他只想叹气。你对男人当丈夫的成熟是有什么指标吗？起码生病的时候别跑开呀、啊、就是两个人一块过的话，就是总会说互相迁就，互相就是妥协，或者是互相照顾。举个例子，他不照顾你，不迁就你，有什么事例？前两天你说过，就是可能他更喜欢跟朋友一块相处，对朋友比对我的态度更好。对朋友比对他好。他的意思可能是这样啊，他的意思可能是这样，就是我会对朋友一直保持着热情和上心，
就可能有时候对他，可能现在他认为多数时候对他。什么叫我认为啊？你说说你认为就好，不要说我，你认为的我认为好吗？你的意思又不代表我的意思。点赞，怼他。姐姐举个简单的例子哦，我昨天发烧了，然后呢，发烧的当下，张硕没有来房间找我，等我烧退了之后，他拿着羊肉串过来找我问我你好了。这个是什么呀？这真的很难过。小王，来了，干嘛？刚出炉，尝一下，大家都说特别好吃。大家是谁啊 ？Everyone。张硕，你在干嘛呢？你知道他发烧了吗？他在睡觉。我的客观情况是，当时我其实也是高原反应，对，不太舒服。我可能当时想的是，那你就，那我就烧着吧，是两眼一黑的程度啊。我就想等你好了，然后我再去问你，看看感觉怎么样。什么时候你听说过退烧的女孩要吃羊肉串呢？这个羊肉串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住的那个地方，他两三天才去买一次羊，所以那个羊肉串可能是就是比较珍贵。他真的好会绕圈圈讲话。我这个珍贵是两码事儿，哥，那是因为当时我在发烧嘛，烧退之后我一个人在房间，我还没出来呢，他跟大家在玩吃羊肉串的时候想起我递给我的。就他比较适合大家一起玩一起开心，我现在觉得，所以我就说我想当他的朋友。可能这羊肉串是属人，哎，怎么少了一个啊？我老婆。我确实没有在他发烧的时候陪在他身边，就是因为高原带来的一些反应。你就吃完药先睡一会儿呗，我也别打扰你。你去他床边睡呀。对呀。其实当时在第一时间我是去关心了他的。你的关心是什么样？我的关心可能是口头问他怎么了，然后去帮他去向其他人寻求帮助，就是去给他找一点退烧的药。我关于这个问题想的没有太清晰，因为我一直没想明白为什么。他还没明白。已经关心你了，你为什么还不满意或者生气呢？他应该看一下上一季的艾薇哥是怎么做的。是。张硕在他生病的前面，就是我们在吃午饭，当时已经有点发烧了。张硕有关心他说，哎，有没有药给水水拿一点。他确实有，我有看到这个小举动。你当时我们吃那羊肉串真的觉得太好吃了，太好吃了。今天我们也来，我还有一个好气，你把我说饿了。圆不回来了。就同类型的事情哦，这个只是这一次，还有就是我来节目前也掉水掉了五天，他有点不耐烦了耶。然后掉水的期间呢，就是他没有陪我，把我送过去，然后他出去跟朋友吃饭。对，他觉得你怎么又这样啊，又摆小肠。对。等我吊好水快好的时候再给他打电话，他才提前过来接我。是吧张硕，这是有一次，对，有一天是这样。然后之前呢，他就算在那陪我陪一天的情况下，也是我一个人在那坐着，然后他离我很远，然后独自坐在另外一边戴着耳机玩手机。还有一次特别过分，是我发烧烧到39度还是38度，然后稍微降下来一点点，然后他说，哦，你稍微降下来一点，我就可以放心的出去喝酒了，然后他就出去了。哇，就是我不知道他是属于心比较大还是怎么样。然后呢，我因为那个两只手都就是都扎青了嘛，扎那个奶茶吸管扎不进去，我喊他过来扎，他就一脸不耐烦。然后我问他为什么这样，我说我让你帮个忙扎个吸管，你干嘛就是这么不耐烦。他说有的事情我做都做了，你就不要纠结我做的态度了。全世界人谴责你，你看他不耐烦呢，他要生气了。他不耐烦了。对，可是他生病的时候，就算他在吊水，他在旁边，他在那睡捧着睡觉，我也是一直在陪着他，我在看那个水的点滴啊。他就是傻傻爱。
我觉得还是没长大，不太成熟。其实我们今天跟张硕也聊过，他今天早上也跟我们聊过这个事情。嗯，其实他内心是关心睡睡的，他是不想去打扰他休息，但是我跟他说你只是你认为他需要这样，你根本不知道他真正心里想的是要什么。得了吧，他就是懒，他就不想。我也觉得少问了一句话，少问了一句话，需不需要我去陪着你。哦天哪，我火好大啊。你把需不需要都去掉，一句话就找事儿。对，不诚恳，真的。这十年走过来，如果这些鸡毛蒜皮会有产生问题的话，早就分了。真的，就是你生病的时候，人处于最软弱的时候，需要别人照顾，但你们已经很习惯对方存在的模式了。其实你是能接受这个人的，如果你不能接受，早就分了呀。我接受不了，所以每次都吵架啊。就是我想起，就是首尔姐一句话说，吵架是为了维护内心世界的秩序。你看，情感专家还情感问题没解决呢。这已经不是吵架能解决的事了。你觉得我说的对吗？对，我今天也这么跟他讲的。我说都吵成这样了，怎么这么久了还不分手？对呀、啊，所以我就醒悟了呀。所以他就跑去跟张硕说，我只想跟你做朋友。我说张硕，你今天有点蔫儿。他蔫是因为他饿了吧？哎，试试，我发现你嘴也挺毒的。这毒吗？一针见血，一针见血毒。对，他跟我说，姐，我要是你，我早不过了。姐，我要是你，我早不过了。就我感觉你们俩，他没有倾听你，我为什么会出现了我的游离？你们俩一定没有坐下来。我觉得他听不进去。对，你又弹琴跟他说话，就是。就是我现在有很多事情我。我不太想去跟他分享或者去听他的意见，送他礼物或者是比如说喊他玩什么的，这些我好像得不到一个正向的反馈。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种感觉？我们大学的时候，就是有一次我送他一个礼物，然后他不喜欢，他让我把他退掉，然后自己还哭，可能是觉得生气或者觉得那个东西丑。我特别想知道是什么东西。就是一个毛衣链。我挑了好长时间，但是可能我审美确实有问题。但我觉得他这个行为其实挺伤我的。对，他让我把它退掉。我就觉得当时你哪怕收了，你把它偷偷扔了，别让我知道。他有受挫感吗？你有没有去了解他到底想要什么？你现在说这个事儿，当时肯定没有啊。当时我就想，我费心去选一个礼物给他。你后来有想去尝试了解他到底要什么吗？他后来甚至都没送过礼物。首尔补个刀。我补了一刀，对不起。我后来送过，但是后来送的基本上就是，我就问他这个东西你要吗？我会跟他确认，省得我再买错。然后。有时候就是不要，就真的就没有了。问我你要花吗？我说不要，就没有了。我十年没有收到过一束花。怎么可能这样子问？一次都没有过，十年来了，一次都没有过。结果他的一个女性朋友过生日，他去给别人送花。那你为什么没有给我送过呢？哎呀，你醒醒吧，是不是？张硕真是某种意义上来说也蛮了不起的。这个情绪的过程是，就是刚开始我其实是主动想去做这个事情的，那没有得到一个好的回应。自己的错他还在怪睡睡，包括有些时候我为他做的一些事情没有得到我心里预期的那种称赞或者夸奖，他很少会去肯定我或者是夸我。他要的就是称赞。对，他喜欢别人捧着他。你有的时候会怕他吗？我现在跟他相处很谨慎，我特别怕我哪句话说错，然后哪句话说的有问题，然后引起我们冲突。所以就是怕会让你产生了一种躲避他的一些逃避，就是我只要不做，那我们就不会有问题。我知道这个状态是不对的，但我不知道怎么去化解。觉得是把事情把它逼成这样的。对。
就是这个其实就刚才我想问你的，我觉得两个人出现问题了，你刚才站在你的理由可能就是说碰到了沟通障碍，但你选择的是逃避，但你知道男女关系当中你坐到面前咱们俩开始吵架都没问题，男的就是说你冷静冷静三天以后再说，这女的一般就炸了，就是说他要你站在前面冷静，害怕解决不了问题的，躲是躲不了多久的。多数时候因为多数时候面对问题的时候是在情绪上的，其实在情绪上的时候我整个人是懵的，我没办法冷静下来去思考这个事儿，就是我特别怕面对那种很紧张很激烈的那种场面，他可能因为很小的一件事情他就会直接爆炸，他发起火来就是什么都说，比如说婚闹这种很小的事情吗？偷换概念了，他不让我把话说完，他又是受害者，没有说不让你把话说完，你说这是很小的事情，我这两天给你发火，发最大火就是婚闹这个事情。他刚刚这个强势要表达的状态，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跟他沟通。就是两个人完全形成了沟通当中的那堵墙。我觉得睡睡他是一个看上他非常的就是强势，他是那种强势直接去怼人，但是我一直觉得心理学上有一句话说每个行为背后都有一个求救的信号，他那个所谓的求救信号是什么呀，就是我真的是希望你要爱我，你可不可以多爱我一点，其实他是在乎的，他只是用那个特别的那个刺儿的方式来掩饰他那个骄傲的心。讲得真好，为什么？因为他不是想去乞求爱，他是用刺儿的方式告诉你你要爱我吧。睡睡会把这个东西就认为其实你变得越来越冷淡，没有那么在意他了，所以我认为你们俩的问题是可以就这个问题去展开讨论，而不是在某件事上掰扯。你比他大吗？对，我觉得你更成熟，你应该想到这个方法。嗯，他们俩从认识相处从高中开始，其实他们到现在相处的模式还是你们高中时候的模式，你进步了他没进步。对，那这句话是对的，就是你一直在进步，他是在成长，作为一个女人在成长，你还是个小孩子，你还在用高中的模式在跟他交往。怎么总结每一对最后都是这么准，都一样的都是你成长了你没成长，你还是个男孩，你是一个女人。我觉得老纪现在心里就是他还是个孩子，他不会改变的，放心吧。我觉得会的。不会的。会的，根本不会。军哥，你刚刚总结老纪的时候，我没记错，是这样总结的吧？是是是。哎，你活过来了。我活过来了。我发现了，是这样吧？就拿这个去总结，所有人看来都有共性。我们三对的问题就是没有爱情，吵个不停，不换不行，这就是我们三对的问题。我们在车上一个完美总结。他们不换不行。老纪，哎呀呀呀呀呀呀！气呀！这次是全员生气。真的，屏幕前的男生，这个张硕真的就是谈恋爱的反面例子，千万杜绝，不要跟他学。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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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会有男生看完张硕跟他产生共情吗？不会吧。张硕会不会小时候在家里面他的成长呢，比如说是被家里人哄着的，被宠着的，然后他喜欢别人表扬他，就感觉就像一个真的像一个小孩一样，而且他非常听不了别人说他不好。哎，对，他脸就这样子垮下来，在那儿感觉要跳起来了，而且他的反应也是很小孩的那种反应，而且他根本就好像没有意识到自己错了，他帮自己着不了一下，哎呀，就是少问了一句那个什么你需不需要我陪，他明明就是错了嘛，他就觉得他自己的错都不是真的错，然后每一次讲到他的时候，他又把这个事情又转回是碎碎的问题，他会偷换概念。我在跟你说问题，你给我换成了一个他跟我吵架，他那脾气不好，我不敢跟他说话。哦，每次都这样。对，他每次都是
我觉得它更像是在那一刻，就是我找到了一个对我自己有利的一个论点，所以我就在这里去强调它，不断的把它拿出来反复说。是是是，而且今天早上，那个最有意思，是张硕先是看到老纪在拍照，在给他老婆拍照，然后他说哇，他感觉那一幕不错，然后呢，他就去找了睡睡，他想要呈现，或者是他想要学习一个好男人的样子，是吧？是的，是的。但他已经忘记了昨天，他老婆在发烧，他没有陪。就有事情解决事情吗？他对，到最后你看他进采访间，他说他根本不知道他为什么对我这个态度，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其实还是自私，自私，这是自私，自私。我觉得。也由于张硕其实年纪也不小了，三十几岁，他头发都没有很多了。他讲话的时候，他的身边的所有人对他讲话的时候，其实都比较客气，其实是害他，没有人把话讲穿。你看他们刚刚用了多少词来形容这件事，叫做哎呀，这个人就是比较不会将心比心啊，这个人同理心比较差，这个人就其实就像个小孩子，不是。他自私自私自私，冷静一点冷静一点，就是这两个字，你自私。年纪不小了，黄老师，咱们别这样，怕你高血压，怕你消气。就是没有人愿意跟他讲这件事，所以他永远都会有一个粉红色的泡泡。嘉宾在他面前说一句：“哎，其实你就像个小孩子一样。”据说，哎，这个人就是比较不懂将心比心，然后就马上一拍大腿：“啊，对对对，我就少讲一句话。”对，就是给他的借口。对，这些借口就是没有人愿意告诉你，你这个其实都是假的。然后他说什么：“我遇到冲突就懵了，没有这种事情。”不照顾碎碎，这不是冲突，这是选择耶。对，人家在医院挂点滴，你去跟朋友喝酒。这是选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自私，当然，可是你不认清这个是自私，你就没有办法克制自己的自私。我们总会想要多一点，多得到一些，多享受一些，这非常正常。可是每次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知道哦，这个念头是比较自私的。我要稍微抓一下尺度跟程度。对，张硕还没有一个可以爱人的能力。我就觉得睡睡，咱们醒一醒吧。我觉得咱们长得又漂亮，然后又年轻，然后咱们有自己的经济条件。张硕，你自己想一想，你为什么？你凭什么可以得到一个这样子又对你好的女生，你还不珍惜？我现在非常相信，我相信他的父母对睡睡很好，我更相信他的父母对张硕很好。对，对，张硕为什么他会拿一个羊肉串来？他为什么有的时候会来哄一哄？对，就证明这一招可能在过往有用。有用。肯定是有用过，然后就变得习惯性的用这个。睡睡可能就需要生病有照顾啊等等的时候，好了，我觉得可能张硕所有的一切都跟不上了。对耶，生病他可以说那哦，我就先回去休息了，等一下过来看。如果是真爱，应该要啊，他不爱。丧失。张硕他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心理的一个防御机制，就是叫做。自我辩护，他一直他有一个他自己的自洽的认知体系，就是我是一个还不错的人。然后这个体系里边，他最重要的一个建立的根基就是，一切都是因为睡睡太情绪化。他就老是要在外面当好人，要人家喜欢他，希望人家称赞他，然后他对他自己的枕边人就像这样子。对，睡睡不是说在插吸管的时候，在医院他就说他不耐烦，他说哎，我都做了做，你干嘛在意我态度？你不要纠结我态度。睡睡他难道不能要求他生病的时候，他男朋友对他好一点吗？因为其实我觉得对睡睡来讲，他要的那个东西其实是一个背后的，就是你对我的心意是什么样。但是始终好像在张硕这里，就是睡睡不管怎么去。呼吁说我要你对我好，在这种事里全都是你情绪有问题，你在找我麻烦，你在纠结一些细节。比如说刚才那句话，我做都做了，你干嘛还要求我的态度？我觉得这句话只有当你治疗好我的癌症之后可以这样讲，就是你说哇塞，我都把你癌症给治好了，你就别管我开刀的时候是不是摆臭脸了，你这么了不起的事情你可以这样讲。是，可是他显然不是这样。大部分以张硕所提供的这些行为态度，就是他的行为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可是你今天就是做这么小的一件事，我要的其实就是只有态度了。你以为我不会插吸管吗？张硕那里就是他有一个地方被指责，然
然后他就马上说什么礼物，对对对，关于那个礼物的就是那些点，他十年没有送花，而送给他朋友，对，哇哦，给他厉害坏了。对，我当时的那个感受就是，我第一就是我送了礼物你没有给我正反馈，这个事情本身对我来讲就没有价值了。第二就是到了这一刻，我还要把这件事情拿出来去证明说我不送礼物是有理由的。我最气的一种说法就是像这种，就是由于你当时做错了什么，所以这成为我的一个转捩点。对，所以以后我就再也不送了。那他帮你擦屁股的那件事情，为什么不能够成为你人生的转捩点呢？为什么你人生只有往下的转捩点，没有往上的转捩点呢？对。但是呢，就是张硕不是说给睡睡送了一个毛衣链嘛？咱暂且不论这个毛衣链到底怎么样。比如说，如果我给一个男孩送了一个不起眼的礼物，这男孩说太丑了，你拿去退了吧。我可能也会觉得蛮受伤的。我收到所有礼物，不管我喜欢不喜欢，不管这个东西好不好，我都会说，我太喜欢这个东西了，谢谢你。因为是心意，对，所以这一点岁岁可能就是那时候太任性。嗯，对。老胡给我送过那种，给我送过我不喜欢的颜色的包，我不喜欢款式的衣服，我不喜欢样子的项链，送给我。但我都会，我是真的很喜欢，这是心意。我喜欢的是他的心意，对，我都会说我很喜欢，我很喜欢，我正好需要。但他会说，过了一年说你为什么从来不背呢？然后慢慢他就知道啊，他不喜欢这个颜色，他不喜欢这个花样。可是你看啊，睡睡送给张硕的那把琴是张硕非常想要的，然后就把这个琴放到心里边了。有心，我觉得这件事情跟张硕跑去问说你想不想要花，对，你想要我买给你，这是完全不对的。我觉得张硕就是他明明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是好的，是可以令人开心的，睡睡对他做这些他都觉得很开心，但是他就对，对呀、啊，你可以用同样的这一套去给睡睡 啊。我真的女生，我觉得只要收到礼物都开心啊，就是能感受到心意就很开心。对呀、啊，我其实很不理解，怎么会有一个男的问他老婆说你要不要花？可是这个生病不照顾跟不主动送礼物买花，你们觉得哪一个比较严重？生病不照顾，嗯，是的，我也觉得是。生病不照顾已经是到了一个，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就是陪伴啊。对，而且他最虚弱的时候是最需要陪伴的时候，你怎么可以缺少这一刻呢？对呀、啊。对于预测这段关系，我自己觉得最危险的反而是那个，就是。因为有一次你不喜欢我送的礼物之后，我再也不主动送，因为它就是一个鸿沟，就是从此我不会再去接收任何有助于我改变的信息，所以它让这个信息无解，它就变得无解了。我给张硕支个招，就张硕直接把他的工资卡交给他老婆，嗯，然后让他自己口袋没钱，然后这个时候，哎，你要什么我送你。看完这一段之后，就有个最大的感受，就是确定了睡睡真的很喜欢很爱张硕。对呀，但是为什么爱，我们现在找不清楚，找不到啊。我觉得不管在张硕心里，甚至在睡睡自己的认知里边，也许这个人还有救。因为睡睡就是爱他，我觉得他就是傻傻爱，就是眼睛蒙了还在爱。醒醒吧，睡睡愿意去相信那个看到的，而不愿意相信他感受到的。我觉得女孩子吧，在就是年轻的时候，你真正就是那个爱的那个种子真的种在你心里，你就认定这个人以后，你无法跟自己承认说你看错了。就是我觉得他已经安定了这么多年，他很没有勇气他再去离开这个一个稍微舒适的舒适圈，但是你只要跳出去了之后，你会发现你会后悔没有早点离开。海阔天空啊，睡睡。睡睡所以是输给了自己的爱情中的沉没成本。这句话好高级啊。这个很高级耶，这个我要记下来。所以你会发现他做的越多越难离开张硕。是。我的观念是两个人在一起如果对对方好，这个事情是一个很正向的，对，就是把我自己最好的东西都给他。但我是想这样，但我也希望对方可以给我同等的。我会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观察，就是你是不是这样对我的。如果你要不是的话，那我就走了，不值得。那首先看一看其他夫妻对在聊什么。好，thank you.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话题在家人，和微博网友一起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上微博关注在家人节目官微，了解更多节目精彩内容和幕后花絮。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感谢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团新社、直听问答社区、知乎新闻客户端、界面新闻、Zucker 电台合作 FM91.8、湖南交通频道、芒果音乐台。感谢特别合作百度 APP、标的地图、讯飞输入法、智联招聘、怪兽充电、歪歪直播、智行一大家、接电、网易有道词典、映客直播、妈妈网易云、WiFi 万能钥匙、媒体支持、中国青年网、中国新闻网、国际在线、北青网、红网、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